原来和喜欢的人散步，风都是甜的。这晚上挺凉快啊。嗯，不像白天那么热。是。吹着温柔的晚风，好舒服啊。你就是天天这个点儿下班，就天天自己这么走回家。对呀、啊，多好啊，自己一走。那你就家里人不担心吗？这么晚，你一个小姑娘。好吧，我也不是我小了。他好像永远都是笑哈哈的。你也在这附近上班吗？啊，对，我就在这栋楼那个这个高楼里。啊，平时做什么？我就是平时就是拍点短视频。拍点短视频。啊。哦，那还挺好。那你们公司肯定都基本都是年轻人。是，多好，那你这氛围也很好。啊，对，一路上都是他在找话题聊天。嗯，你明天还这点下班吗？嗯，差不多。就是你下班了就会去那儿吃面条呗？我可能明天吃粉。他真的好可爱啊，好想就这么一直走下去。那。明天就是有点不好意思问。我你怎么了？我想的是那什么，明天你看我也是天天下班了就去那儿吃饭，然后所以一个人吃饭也挺无聊的，要不明天咱俩就一起去呗，然后还能聊聊天啥的。可以啊。然后晚上咱们还能一起就是溜达消消消神儿。哎，我快到了。哎，你家是不是也在附近？啊，对，我家就住前面那栋楼。哇，那边很近的。啊，缘分。开心的时光是短暂的。那你从这个门进吗？嗯，对。啊，我从那边那个门进。行。那快到了，那就下次见。明天见呗。拜拜。拜拜。拥抱早已悄悄冷却。